太厉害了，哎呦！来了，我再给你讲一遍。不要了，你为什么咬牙切齿？会不会笑？你不会。哇，有帅哥！起飞！奇遇记。快直播一下中国 boy 吧！作为一个 UP 主，需要你这样的灵感。我又不是他助理。嗯。我现在把你许配给他了。知道为什么是许配不是分配吗？因为你是许天琪，你只是这个就太差了。太差了，太差了。他们都说我很安静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总会叫我许天琪，许天琪。你为什么咬牙切齿？因为我想不出更烂的，想不出比你这个更烂的段子了。浑身你知道我最喜欢下什么棋吗？等一下，我喜欢。为什么？没有任何原因。这个比你那个稍微烂一点吗？你这是笑话吗？你这是笑话吗？你们俩开什么玩笑啊？对，小明他身上很痒，然后他就去爬山。为什么？因为名山名痒是因为山痒，因为山羊，因为高山羊脂。这个还需要一点学术文化才能听懂。这可以吗？这比前面那个虚好。周杰伦的笑话呢？周杰伦的笑话呢？来了，我再给你讲一遍。哎，昆凌嫁到那个周杰伦家，周杰伦妈妈跟她说，只有一个要就是不吃辣。为什么？她说因为人家不要啦，人家不要啦。他在思考为什么？思考了五秒钟。我知道。这人家不要啦。就是笑话，你会不会笑？会。我觉得听完许天琪的笑话之后，你会觉得生活就是很快的。你原本觉得生活很糟糕，但听了他的笑话之后，你会发现生活还是很多很好笑的地方。我在拉低你们的底线，你懂吗？开始了，他们。讲个周杰伦的，讲个周杰伦、周杰伦，我给你找个周杰伦的笑话。昆凌嫁给周杰伦的时候，周杰伦就提了一个要求，就是不要吃辣。昆凌说为什么？周杰伦说，人家不要啦。你看到没有啊？我这笑话怎么样？笑话怎么样？滚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你笑的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。哇，这句好好用啊！我笑的，再来一次，哎，乔，把你的那些好朋友都拿来吃了。嗯，好朋友。金木水火土。嘎个面六强二吧。那会儿好追，那会儿好。哎，我粉丝，我粉丝，难得我认识我，看过哦，不是我粉丝。这样的笑话，你居然没有感觉到他是从 gag man 出来的吗？看过这个节目，听你讲了几个笑话之后，都没有想起来你是谁。杀人诛心，杀人诛。你快来一个金木水火土吧，我看一看。啊，你都忘记了？不是，我不想给他讲他听过的。他都忘记你是谁了，他怎么可能记得你笑话呢？杀人诛，你没听过，真没听过。你讲。哦，我一定要我讲是吧？啊。金木水火土，谁最金？土啊！土豪金，土豪金！啊，答对了！谁的？嗯，他真的呢，他真的呢。那金木水火土谁最土？是火，因为土的是火。我看节目的时候就想说，你个土火太牵强了啊！那我吐的是水呢？也可以，只要你喜欢，只要你喜欢，你喜欢。金木水火土谁最火？土吗？不是火吗？是水，是水，因为金木水火土。哎，我在 C 位。金木水火土谁最水？配合一下，打一下水啊！水原来是水，但是有一天呢，木碰到了水，然后他会说：“我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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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服了。”为什么后面也要开机啊？后面也要开机啊？这个不会剪到我们正片里面的。老师，把这种笑话放进去。对，这样的笑话不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。老师可以停了。那我这样，我带上他们，我现在临场来一个。中国 boy 骑马是什么？中国 boy 骑马，新骑吗？新骑吗？新骑吗？张延琪骑马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是什么呀？张延琪骑马，胀气马。最后，许天琪骑马，知道是沙骑马。你怎么知道？沙雕马。对，真的是啊。
到你的频道里面了吗？我换台了。你这么老的？今天是这样的，因为 gentleman 仁义礼。你们开始了，要拍了是吧？谢谢你们听我笑。在。啊，我。最欢乐的时候，哎，你听到吧？最欢乐的时候，没有，他说也没有很欢乐。你现在在干嘛？我想了解一下林奇对儿童时期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东西的喜好，所以准备一些快问快答。等一下，等他结束录制之后，我突然有问他，让他猝不及防，这可能就是他心里的声音。我今天就一直看林奇在我面前划过。我和他世纪同框，同一言习，同言知己，同言知己。走了，又走了。其实每次言习出来一下，我就感觉他是提醒我，我还有工作，否则我都忘记自己是他的生活助理。哦，这都是奥特曼对吧？你想要给延期送一个什么样的蛋？我觉得他可能会喜欢这种类型的。要是他不喜欢怎么办？他不喜欢，我就让他给我四十五，给我四十五，必须的。来了，就这个，真的是这个，真的是这个啊。头呢？这东西值四十五，怎么搞？哦，这太丑了，是不是真的是这个？我说的吧，而且张一奇肯定喜欢这个死掉，呆萌呆萌型的，呆萌又有一点坏，所以就是呆萌。值四十五吗？这份心意值，这份心意值，这个东西可能外面买3.5块。人这么苦，我要。宣传照吗？你这样子让延期扣在这儿，强颜欢笑，强颜欢笑。哦，不是你这个很厉害啊，强颜欢笑。这有没有？这个高级了，现在越来越高级了。Nice。现在是晚上6点，延期的衍生节目还没有拍完，我非常的疲惫，我也不知道他待会儿还有没有空跟我进行一波爱的互换。徐天琪已经在酒店大堂睡着了，说上来拿着机器，这么睡姿也能睡着，为你点个赞。天琪，不睡吧。等会儿延期给你发消息，你看不到怎么办？刚才录什么？不会给我发消息。真睡着了，真睡着了。太不疲惫了，今天那跟着累不累？但我还没来得及合眼。走吧。会不会就是因为你玩跳舞机玩了一天？其实玩游戏有点影响，是很累是吧？祝你生活平安。我回大堂等他吧，对，肯定对吧？还是回大堂，接着睡。你睡啊，你接着睡啊。我跳个舞抓包，睡个觉抓包。这期的节目主题就是被抓包的一天。我崩溃了，我不会再犯错了。你不蹲啊？不用蹲。你今天结束了？本来还想我来举的。今天不用举了，那可惜了。可惜啥呀？人家都把你赶出来。我就不会赶出来。哦，你是说你要去当录音老师？就不会赶出来。你就在让我呗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，这个太难了吧？这不能算词语吧？有点牵强，有点牵强。没想到我真的能看到你。就六个嘎嘎们，你喜欢谁？六个，我现在只能记得这一个，记得这一个。好的，谢谢。拍了几天，终于有一个粉丝了。在延期的那种光晕下，你居然还会有粉丝呢？这个世界上，霓虹灯需要，节能灯也需要。喵。哎，下次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请我做你的生活助理？